看龙泉花。哎呦，非常今年第一次有人来了。好棒！为台湾探龙泉来的更多，就是这种泉非常宝贵。他倒背啊！这边来见面啊！啊，上嘛！哦，我加大坑了。走走走，一起走，来去海岸山脉找宝藏。阿美溪里的碳酸硫化物温泉，可是全台少有的哦。喝过一次就绝对让你回味无穷。我的马奇兄弟老鹰说要带我去看一看一公斤叫炸5000的顶级凤梨，是讲唔对还是我听错？我们还要去摘除挂在山腰上的虎头蜂窝，挑战危险任务未免除外。我这里有旅游的行程，冒险的历程，只要你好好跟定我沈文成。想到瑞穗，想到的是瑞穗的仙竹，因为从瑞穗到池上这一段是整个花东纵谷最精华、最富庶的地方，也是老爷我觉得最美丽的地方。不管是往北要到花莲，还是往南要到台东，都不会超过2个小时的路程。笔直的公路加上青翠的山林美景，都让人觉得格外的舒服呢。下面中山想看这号人物的栽工，我没有温泉阿贵，这次又要来找一个他的私房景点，他这个最近才发现的，阿公足心地的，较少人知影。这个爱用挖的啦，这温泉用挖的。这一点我咧讲，就是爱用手工挖的，迄唔知人讲好多栽种的，对不？零污染，我们是捷足先登，好。哦，快开始哦！阿贵说，这个温泉跟我一般找的温泉不太一样，一定要带铲子这些工具。阿奶我可是泡不到温泉的。虽然在地的人都知道有这条阿美溪，但是咱要叫温泉人确实没几个。阿贵当初可是不知道打破了几个砂锅才问到的哟。看看这里的环境，还真的想象这里真的有温泉。阿贵啊！啊，这么横哦！要看到那个尖尖的山头、哦，正下方就是了啦。是这一边哦，不是、那个、到那边那个石壁下面。不是那么高，是这一边。这边。哎，现在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但是就在正那个尖尖正下方，温泉的所在，很秘密的啦。哦，还蛮远的。不是在西边的，很难找。很难找啊。对，很难找。那我怕那个这几次台风做大水会不会被埋掉？还有，它是在山这个山头的正垂直的正下方。哦，还没到。所以说它两边都有溪，它两边都有溪、嗯，而且这边上去要大概40公尺才会到。哦，一米掉都掉。它离溪对 对, 對完全不会。那我们试试看啦、啊。对，我们可以去了。好 ，OK， 走。哎，阿贵，你看，我就跟你讲嘛，这边有绿油。哇、哦，那么大块，又漂亮。很漂亮啊！来，欣姐，来，一起来，我们一起。上去啊，你看。哎，今天这白玉水了，哇，玉水很重的，你看那么大块，它这样躺着你看不出来，我就是因为踢了一下，它就翻过来，哎，看到了，哎，林总姐，哇，大的，哦，哎，很一斤哦，人家啊一斤哦，这不是给老鹰照的哦，这这是前日捡，我照抓。我那是，这若一冲过，我有烂，我规身拢烂。哦，我爽，我走、哦，来对了，来对了。哦，我就知哦，一定有命。你来找温泉。哎呦，真正是踏到宝哦！海岸山脉的玉石是有名的，每次大雨或是台风过后，溪床上和出海口就是最好寻找稀有宝石的地方。这条阿美溪的小支流，居然也能让我捡到这么一大块的白玉泉，真正是不简单。俗话说，有一句耳，眼睛放亮一点，宝石就躺在那等着你来捡哦。三十五六七，五十三双十三黄金，金金金金金金。嘿。
陈哥啊，路不在那里，路在这边。从这边上去还是啊 ？Oh my god， 要高绕啊！啊，对啊，要高绕了。你别在乱骗人，你说这个很好走，这哪有路？很密，对不对？可是路就在这里。啊、真的吗？我不管你，那你先走。可以走，可以走，但是准备工具啦。准备工具啦，因为这个草长太快了。河床并不是不好走啊，应该走河床比较好走。那干嘛找到？温泉不在河床啊，你走走到哪边都找不到。这就秘密的温泉。哎呦，小心哦！小心啊！小心哦 ！Oh my god， 这边要劈腿了！啊！外公，我无搞砸，看这伊。这温泉坐到这来，艰苦坐看。给我。哎，我感觉伊头壳歹去。你溪床，溪床唔行。有啊，都行这所在。骚扰。行，喂。唔是我咧讲，这个阿伯真正是头壳歹去。有好路唔行，偏偏去铺草行歹路。就算讲温泉无伫溪边，天边看水色，应该嘛是找到。要找温泉，阮嘛算是专家了。干嘛要绕到这个杂草堆来？该不会是走错了路？不过看他很认真的样子，应该是错不了的哦。两个拜托了，啊，有点耐心好不好？这你年纪有点的，但是你看看，这个水摸摸看一下，摸摸看一下。哎，你没有骗我们嘞！哎呀，你还帮我追？那还叫大声？真正烧啦！水有温度了，有温度了。哎。这山顶那温泉不是天然的，这温泉，哎，真的热水温的呢。上面更热，很近啊，二十公尺而已啊，现在看就看到了。说好，你看，啊，好神奇哦，你看吗？温的呢，还有温泉花哎。对啊，哎，哇塞 ，Oh my god，Oh my god！ 等一下，如果我们泡温泉那个太热哈，旁边还有小山涧，有那个瀑布，还可以去淋瀑哎。啊，真的吗？对啊，哎。这个温泉到这里，这里种神奇的所在哦，怎么来？无可能人知影啦。无可能啊，无可能。哦，难怪你说你来好几次。对。就是迷路。之前都找不到，对对对。啊，那个可以泡的地方在哪里？那个二十公尺而已。哎呦 ，bingo！ 哦耶！耶，干嘛了？耶，精神来了。来，真的吗？哟吼！哦，看到了。哦。哥，你看温泉花。哎呦，追到了。今年第一次有人来了，都没有人来过了，连野兽的足迹都没有，所以这个温泉花都可以保持的这么完整呢，而且温度又刚好呢，又很滑很滑哦，对，真的呢，皮肤很，超赞的哦，有，哇，五颗星五颗星，你看这温泉花美呆了，你看我们这边是可以做温泉池啊，这里嘛，对，哇，把手举起来。哦，前头在这里啊！对，在这个石壁的底下。看，哦，前侧冲来。哎，在这边，温泉的源头。你看，哇，这边都是啊。对，它就从石壁冒出来。那像它这个从山上涌出来的温泉跟我们一般我们在溪底那种涌出来的温泉会差别吗？其实哦，因为这个是海岸山脉，海岸山脉的有安通、有东里、有富里、有地级，嗯，这里是沉积岩的温泉哦，而且它这边是属于碳酸氯化物泉。哎，碳酸泉而且还氯化物，所以有盐巴哦。对，所以会更滑。哦，会咸咸，啊，伊小块都会咸咸。伊是挖海就是较会较咸哦。哎，因为它是沉积岩的地形。哎，那不错哦，加点盐巴的。其实关子岭也是氯化物泉啊，真的很碳酸氯化物泉。可是它又不靠近海边，为什么？那边应该算是有岩层哦，有岩层哦。对对对，看这里还矿岩的岩层，对。了解。所以说这个温泉的泉池就是很优，对不对？对，很棒。那应该泡了。对，我们赶快做池子啊。哦，那你顺便做个吊床。做池子。好。Come on。既然这个温泉这么好，这么棒，怎么不泡呢？而且我们可是有备而来，看嘞，这是早就穿便便了。
以我这个工头的经验看来，不用五分钟就能够挖一个好温泉池，来个猛男厨艺，人家啊，有心生无。我再看下去，我等下就跟你讲，这口温泉洗起来是怎样一个感觉呢？是讲碳酸氯化物泉都袂使啉伤济哦，因为它氯化物比较重。好咸啊！小可咸咸，再小可咸咸。盐巴不要吃太多，对对绿也不要喝太多了，绿也不要，比较不适合。那可是我们自来水不是都加绿？没有，绿是要消毒，这个氯化物，氯化物不见得。哦，对，再加一个氯化物，跟绿绿不一样。对对对对，跟绿不一样，绿是为了消毒。明堂怎么那么多？对啊，可是碳酸泉它比较适合喝，哦，那个硫磺泉就适合在皮肤，跟它加热的汽水啊。对，没错。哎，别拜，滚滚呢？赞，叫 U A。就赞嘞，美容汤，哇，你看，赞，好棒！为台湾碳酸泉来的特色，可是这种泉池或安通温泉泉池也是特别的，哦，就是不太一样，所以非常宝贵。我觉得这最宝贵、最特别的在哪里？你看看我们的周围，这么自然，对，那都是树啊啦、草啊啦、还有花啦，啊，一般我们泡的温泉都。在那个滚滚的洪流旁边，对啊，就溪流旁边，对啊，石头啦，阿伯的那，阿伯的那个，峡谷秘境啊，那，对啊，我现在都还有落石的，对啊，对啊，对对，哦，那个高落石我更加感觉，而且我赶快嘞，太难转了。有这么独特的泡汤环境，还真的是有点不适应。但是人家这不叫活动灵性，其实这个温泉的出泉量是相当足够的，如果能够做适当的规划开发，应该是很有潜力的景点。阿瓦的温泉通了筋骨，老鹰说要带我们去找真正有价值的宝石，他可是靠这些石头在赚家的哦，跟着他准没错。老鹰啊，哎，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咯。哎，你算上基本的。哎，你把你咧找个矿脉哦。哎，是安怎看？啊，阮伫山脚就开始看，看山顶的树啊。啊？树啊？甲草啊？树啊？甲草啊？甲矿脉有关系，这是要安怎解释？啊，有黄啊，啊黄土块，迄树也无共色，特别无共色。哦，意思是讲，它那个树根，哎，它附着在哪一个不同的岩层，哎，它吸收那个矿物质以后，它的树的颜色就不一样。对，哎，树叶的颜色，哎，树叶的颜色，草的颜色也会不一样，都不一样。哇，太深嘞。只有会当甲你讲到安尼尔，这是阮的商业机密。哦，来，这个就是啊嘛。哎，这是对。来，这两地，切起来看嘛。哦，五彩年糕。啊？五彩年糕。这有做五彩年糕。嘿。娇羞嘞。这落去做雕刻品，真水。安尼吼，谢谢。健康的。来，我是给恁看呢，恁两个是安怎？哦，这个，不要紧啦，这算皮塞酒啦。是啊呢。这算鼻屎。鼻屎。我昨天捡的是大鼻屎。大狗屎。大狗屎，大狗球啊。狗屎，您这是那个皮塞酒哈？来，有影无？有啊。来，等下，哎，坐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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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也活动，活动。老板，你跟客啊？我加其他菜，加，我甩好啊。这是什么酒？这粒五彩年糕，这粒好名字。人家这不是阮台哦，哦，不是阮台哦，哦，这不来就是你客的。这两个不好看，这是什么酒？这粒好名字。哦，你就是要传来找这？是。这五彩年糕。那只传来看。这啥？这五彩年糕。不是，刚刚的你们已经咽了哪一块了？这鼻屎哎，鼻屎啊！鼻屎，哦，我这是狗屎。看到了，水跟雾嘞，我往那边去。这蛮是啊，今天水有雾啊。有啊，这骨条皮拢是啊。哇，好不？哎，这就红了。这嘛是哦。我看啦，我袂提，我看啦，这不是咱们翕啦，你得紧张。哎，人家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吼，这人。真真真正老厉害关厉害关系时阵，你有看？你争我夺，什么兄弟？什么革命情感？
看到这个就人性就出来了。气我不要看，不然这做老师做高爷，看到这嘛是安尼，官形都出来了。嘿，老鹰啊，喂，你讲那个往来钓有够较大粒的无？有啊有啊，等下带你看。大概什么深度？啊，是在七八十公斤。这真好，物件嘞，迄种当做料嘞。你讲七十几公斤？啊，这比赛好啊，老爷，你比赛袂蛋，比赛好啊。靠赚演技，强。没想到在这么小的山沟里，居然有这些好东西。虽然都是小小一块，看起来没什么价值又不起眼，但就像老鹰说的，拢是料。经过加工，就能拿来做戒指的戒面，或是项链的坠子。看来眼睛张大一点，试花一点，宝石就捡不完啦！哎，谁谁谁谁啊？王大富！ Oh my god！ 阿妹阿妹 ，Oh my god！ 哇，大啊鸟喂，那大他大尾啦！哦，吓死啦！好，吓死，足歹呢。若明，你要小心一点。比比看我高度，哇，老爷比你还高了，哎呦，人家啊 ，Oh my god， 这比你还高了，一公尺多呢，我看，缠住我的脚，来，我看多长，哇哦，哎呦喂，人徛咧嘛，人过徛几排啊，甲比看我长安咧，大概快两公尺了，哎，快两公尺哎，哦，这只老猴，哦，哎，盖派，妖秀了，哦，够水啦，这是公的，公的，嗯。哎、欸，阿怎国讲的？这几岁啊？胖丢，哦，胖丢丢。这个，这在哪里看？看过，看公吧。这里，啊，这里、啊。你这个没有？嗯，它是很顺的收下来，是公的。嗯嗯嗯、它是很顺，然后它是突然缩小，就是母的。缩、嗯、小、哦、是哦。这家也很漂亮，没而且没受什么伤。对对对，没有被大冠鸠，没被大冠鸠咬过。嗯，我们要不要放到溪谷那里了？哦，好好好，嗯。你我讲，你是讲无采人蜜吼？啊，不，这宝玉啊，宝玉，宝玉，虽然无宝玉，但是咱爱甲宝贝。哎，真的爱。因为它长那么大了吼，不简单呢。对啊。这突然出现的大景色，还真的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应该是现在天气温度变化大，所以这只冷血的大景色跑出来晒太阳，暖暖身子，帮助消化。刚好给我们碰到的，既然是误会一场，那就各走各的吧。老鹰说他这个玉石矿的品质不错，之前还有山老鼠来偷挖，今天顺便带我们上来 look look。 好不重，啊，快点坑啊呢，对啊，我顶这坑就是啊，哎呦，我不知道大坑的、哎，哎甲挖入去先看到伊内底矿脉无变，嗯，无水，嘿，就是无水，啊，伊放去，啊，一空做因的休息室，嗯，啊，即马都换一空就对了，嘿，即马，啊，恁都爱换一空，嘿，对。哎呦，搁真深嘞，搁转弯嘞，嘿，哈，有差不多要到八十米。My God， 八十米呀！系啊，等下你入去看你就知。那要挖多久啊？八十米才有两个月，用电的那个。对，你看伊遐物件拢还搁放伫遐咧，哎，一挂鸡翅头拢还放伫遐咧。我们你讲，咱讲这山老鼠嘛，够专业啦。嗯，这职业啊。职业啊。哎，这看就知，有啦，因为伫遐有叫遮当地派出所，因遐有遐。哦，伫遐山脚看就看会到。哎，因比较严父嘛，用这用较好，遮看会到。啊是啊，这个山老鼠你有听无？爱知影安怎严父。哈哈哈哈哈！我听，阿姐来，你来看一下，来，大家谢你哦，阿先小姐，好，我内底有米无？好。
清楚。好，这下看，哦，伊个地沙鸡翅头拢在里只咧。对啊。马路，手速高。来给你阿哥坐。哦，这个我们在顶。哦，我个足悬的呢。哎。啊。哦哟，我个足大坑啊。哦，这个来底阿哥真深嘞。呼呼呼呼。哦，这里哦，一切土拢黏黏的吼。哎、欸，这是咩土？来，你看，蹲下来也，你看。哦，这都是盐咩土？你看，这当做面霜。做面霜？哎，这顶我做什么土？这白土。那黏黏啊，你哪会？对啊，哇，黏土嘞！啊，这来这有当这个保质化的来对，保质化的来对。哎，你说这可以磨面霜，真的假的？对呀、啊，对呀、啊。我看看。哦，这足轻的。这足轻的哦。哎，还佫袂臭呢。对呀、啊。耶，真的假的？看到没有？看到。哎。嗯，要看，哎，你今天有两点没呢？哎，有啊，你往几条哦？喂，哎，真的啊，太神奇！这个粘土是怎么形成的、啊？这个火山爆发之后，哎，啊，也溶气，溶气，哎，这是玉石的保护层，保护层，哎，保护玉的，哎。真的，你看，无伊个东亚板块啊，甲菲律宾板块撞击时，这意思，若无这来保护，伊就作弊的。哦，哎呀，真的嘞！兰克啊，真的是太奇妙了，明明都是坚硬的岩层，中间就加了一层白白的粘土，不但质地细腻，看起来还有一种好好吃的感觉。如果不告诉我，我一定会给它吃下去。而我们要找的凤梨玉，就是包在这个细细绵绵的粘土里。这个面头内底有凤梨玉、王来叶啊。这面头内底，系系系，直直向内内底来。对，一直对内底入去。安尼咯。系，哦，哇。哇。系，这个拢。哦，它就是纯这个面。诶，伊带落去吧。哦哦。诶，头发有水哦，这有地下水呢。啊，这有块前提呢。嗯。Oh my god！这边来几遍啊？要白。啊，惨嘛！哦，我把这大坑啊！来这有两台正车在等你。哦，好多蝙蝠啊！蝙蝠也来住了，搬进来住了。这个坑，这个坑代表挺安全啊，蝙蝠进来了。哦。哇，有春就救他不？有哦，是啊，这就是。王来。哎，这就是凤梨玉，有啊，规片啊。哦，正经。哎。伊就这白白这黏土安尼甲包起来，哎，甲包起来，啊，无只、就是、造山运动啊，地动啊，吼、欸，伊咧积滴落的时阵会变哩，吼，啊，这包起来保护层，软，伊这安尼岩层遮高，啊，怎它包安尼尔？啊，就是这极品啊，一条安尼哦，哎，伊珍贵就是安尼啊，石啊，哎，啊，伊个石是真水。哎，你看看它那个黏，它伊这呼呼这是这山土，山土嘛，哎哎，啊，了再搁来一层，搁白、欸、这黏土，白黏土。欸你要做旅游，这香水、欸、哦，哇，夭寿！哎、欸，真正冻袂掉，敢那个足好食，敢那巴蛋呢？哎，个 QQ 啊，鲁马林敢那巴蛋啦，你一定会使食，我绝对我阿你保证。那以我好处外境的经验，我唔敢，你食。嘿、欸，我咧提顿啊，我盐好，你甲涂乌，甲杯杯，甲杯也开，吼，阿姐，翕者，哎。哎呦，原来往来就是包你吃啦！哎，到之前咱去看什么总统啊啦，什么嘞？啊，迄无共，迄拢无共哦，消费者拢无共。无共，无共。伊个土嘛无遮白。对哇，伊乌土。吼。嘿。伊个黏土拢无遮白啊，夭寿！伊个哎，谢弟，哎，吼。真正是无同款，还记得以前去挖，不是锤子就是凿子，硬邦邦。比起来，这真正是较好练，搁较轻松，好背背的都有啊！最好我介意。哇！哦。
那翁来那切片。哎、欸，哦，那老细的，还属于。一定会搬就知影。哎，等下铁匠工厂。好啊。我看看。太重。差不多了。好。好，你等下加工点，啊，毛碎碎。好。啊，送我朋友。送你女朋友。不是啦，送我的观众。好好好。好 ，OK。那是天啊，是个天。哎呦喂，那吃这么多啦，好好好，这怎么分啊？这条救助一公斤差了5000。那我这个？这条1000。差五倍哦，一顿差九千。因为这个肉，这个金龟肉，这个王来肉真水，这个较白痴，这白王来，这只黄白王来。哦，这个官庙啦，官庙较贵。你有王来无？哦，有。我来坐出来比看卖。咁无做王来去啊？王来较水。正经个呢，哇，王来吧，哇，啊，你看，哎，就红个，哦，王来吧。哦，伊个价值就是伫遮。招牌鱼。嗯 ，Oh my god！ 我讲，加够买啊。哦，不错呢。我买这较好加。难说这些玉石的价值是取决于它的色彩、质地与稀有性。当然，你也要是一个识货的人。看完了这些有身价的石头，老鹰找我们一起去帮忙收一个蜂窝，因为这个蜂窝呢就在他的新的矿场附近。为了避免伤及工人，只有出此下车。对啊，你这么方位在哪里啊？啊，是你的对面。你迄个破棚寮啊，遐菜鸡母啊，遐直直对过来，对过来对面山。对面山，敢会看到你的车？会啊，看会到，我看恁的车，看恁人拢伫寮啊，遐嘛看会到。哦，看到你啊，吼，你哦，你啊，车啊关机啊。会啊，我伫遮看倒落，看对面才看会到啊。那个老鹰现在在对面那个山头，他为什么要到那边？就是因为。目标已经给锁定了。哦，了解，你有看到那个八仙桌就对了。有，那看到。哦，八仙桌看到啊，他就是要一定要从那个对面山头哈，然后往这边看，他可以看到那个蜂窝在哪里。哦，了解，他们现在那个第二组人已经上去了啊，我们在这边 stand by。了解。啊，我当年去你家，伊面顶我有一个测量迄个机啊，吼，伊拿伊去你面顶，迄时阵我才停车个14万块。好，了解，辛苦啦。确定了蜂窝的位置与大小，终于要出动摘除了。不过前几次的经验都不是很好，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一些，别再让我做免费的蜂疗了。到了，来拍坐。在看烟火，当然，啊，到了，马开，这真的，那边，什么？在那边，还很远呢，哪边？那一边。好，来，有没有看到那个洞？过去，那个洞过来，后面藤心，1、2、3，中间那个第二的叶子。哦，快点。我跟你说，这小摩毛200-300公尺哦。10分钟就到了。好，有机器。哎，它是这样，一个刚刚那有石榴。莲雾。哎，莲雾啦。哎。真的很大嘞，从这里。是要继续走啊？啊，好。来到这里。哎，我们到哪个地方就开始着装了？过那个。对，我们要到。咱过来落去。哎。到野卡。对。争取时间，好，走，走，够了。由于前面花了不少的时间在确定蜂窝的位置，
前往蜂窝的路又出乎意料的难走。等我们穿好了捕蜂装，一切就绪，已经5点多了。我们必须赶在天黑之前爬上树，将网袋确实的套在蜂窝外面，并且锯断树枝，才能将蜂窝用麻绳放到里面。在这个同时，还要面对倾巢而出的百万恐蜂如暴一般的攻击。人家啊，这真正是硬到啊！面对这些蜂群的猛攻，还是我心爱假的棒酸呐！啊，由于我们身上被喷的蜂毒中都含有费洛蒙的成分，所以这些普通蜂还能跟着这些味道跟我们穷追猛打。没想到在上面等的老鹰却惨遭池鱼之殃。老鹰你安怎？哦，去顶十外个。是啊。今嘛未看走嘞。现在都还久啦，久到暗。现在蜂有够，再吹来哦，等下蜂再注意哦。现在长齐来哦，只破一空啊。啊，老鹰，下摆出门要招这种毛，算性命。嗯，真的啦。性命休矣啦。嗯，只能讲，安尼会使，会使，会使，我如。你顶下不是讲要招同要招，你改有无？啊。你改，我本来要去，无去。哎，这边一只，这边一只，这边，你来看下，破两空啊！这些蜂群的攻击还真的是没有间断，一波接着一波。为了转移这些普通蜂的注意，我们只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头灯，希望头灯的光线能够让蜂群转移目标。蜂窝下来了。哇！你
整颗倒下来还是掉下来？掉半空中了，又算半空中了。你有绳子绑吗？有啊，吊着，缠在那边。被咬了三下，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被钉了几针。虽然我是风筝下的微型免责，但是我的眼睛早就因为风度的强酸而张不开了。一种哦，过生过想过麻过疼过痒的感觉，真正是生不如死呀！感觉好胖点嘛，较贵气。唔知道我的目睭会青眉无，还是赶紧来找猪肉面啊！救人哦，赶紧来扛我吃，我看无路了。救我！先休息。这跨步了，好大鬼！到平地了吗？怎么样？还没上地道，来。哦，眼睛张不开，痛。没关系，消毒。哇，老林被那个风衣那个毒衣啊！啊，碰到了。碰到吧，这个以后碰得满脸都是。很好，这以后有免疫力啊、哦。是啊、哦。对，以后都不会打到。哦、对了对了，我卡成那米菇啊。这是你上外见面的对吧？啊。还好。他但活活该。咋歪？屁股被钉了十几针啊！我的眼睛啊，不想被几只虎头喷了多少？我在想最少两碗。两碗。两碗那个毒液。有那么多吗？有啊，我这个跟西边同款，我边啊拢安啊。老个。哦，啊，你一寒老的时阵哦，哦，那个毒液一直洗我目睭啦，啊，我袂当用手去个吃的啦。哦，去掉啦。啊，怎么吃都是网子啊？我戴眼镜啊。那你戴毛巾要干什么？没有，我那时候毛巾没戴啊，我哪有手去戴毛巾？我还拿摄影机耶。农历啦，蛮多你搞会记，还找他人。我你找他两公，有无？有无来无去，敲电话报讲什么？八仙桌的，哈？八仙桌。有两公。不是我讲的。两暝两日。哦，遐嘛叫关于八仙桌面。你咪要笑哦。老鹰袂惊哦。袂晓弯啦。哎呦，你看遐脚肿到安尼啦。肿个。哦。你看他的脚，你看肿到那个样子，你看。哦，加啊大肌哦。哈，你来偏给我看无？哈，买啊，买啊，真个。啊，你啊喂。你药啊呢？药啊，我家嘛有。不过呢，啊你药啊，我查起。我查起。啊，查。我药在面顶。我药嘛在面顶。对啊。好啊，紧去去搞药啊，好啊。你去吃药啊。来，我先吃。来。总算是结束了这一次的捕蜂行动。虽然现在的我拖着满山的步伐，更要忍受着眼睛的刺痛，但我想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最好的。就连我们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都有这样的下场，更何况是被突然攻击的矿工们。在大自然之中，本来就有着许多的矛盾与冲突。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发明一种仪器，来让我们跟动物、树木甚至大地对话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来发生，也就不会造成那么多无谓的损失。这次人与风的冲突，或许我们是赢了，但谁知道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再发生，而我们又是永远的赢家吗？人家啊，爱我啊，哦，够甜了。